一下。阿伯抱阿伯没有要做什么？阿伯你这不好。你换你。这个是 OCA Type 1E， 就是所谓的我们台湾国语的诊断，就是白化症，经过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，这两个都是健康的宝宝哈。我们这个案例会拿去协会年会发表。等一下，这边这个没有心跳，一个，你有在看那个闪动？有。哦，两个都有心跳。因为我刚才是看到这个的